王灿，救你来了！这个谁电动的？就是我看到呀，我那么拿刀，硬币大米水晕你，这个皮破晓得不？真的要这样，这如果人的话，最重要的位置，脑壳进都进来不到，就是人走不进来。啊，进是肯定走不进来噻，你脑壳顶了两双手，成了淤泥塘那里的人，非常危险，戳了也戳了不到，进退都没法了，晓得不？就要把那个新旧哥们理解，也没得好意思。先看情况，哦，如果情况好的话，我们像情况不好，我们就回来就好。能不能那天就把弄个洗澡？你说我还洗不得？那是怪你哦。是啊。可是那酒太重了，我嘛，几十斤了。我以前就要几就上来了，但是他太长肥了。昨天晚上就到了，对不对？昨天五点钟。现在情况是这样。有一只八哥的主人，昨天出来遛弯的时候呢，把那八哥丢到这个湖里面洗澡，结果绳子挣脱了，八哥就没上来了。昨天下午五点多到现在，这八哥一直在水里面。现在八哥到了这个亭子的下层，然后人呢进不去，游过去的话呢，人还不一定钻得进去，越往里呢，人就越进不去，那现在就很危险啊。周围看热闹的人不让我们下，就怕出危险事故。主人呢是很想救，主人家的老人呢就要跟他打架那种，不让他下。他出了安全意外，那现在要怎么处理呢？我们要商量一下。弄个船过来，我在前面你看一下，看有没有船啊。我觉得是这样，要下的话得两个人一起下，不能是一个人下。一个人下了到下面什么情况，上面的人根本不知道。你跟我爸先下，好，有把握没呢？还必须要拖。下面不有东西吗？是啊，有东西还不知道拖。这个鞋一下去，如果穿在雨里头，我吹都吹不出来。首先保证你们安全，对不对？钢筋木性板板，往非常根本就先下去，要安全了。但我晓得这都是非常危险的，全是淤泥塘塘，脑壳都抬不起来，都无法动。反正你走在那，那我下吧，下。走到这个下面去看一眼是什么情况，如果能进就进，不能进就不进。这个还是要以人的安全为主。慢点哈，小心点哈。这个下面的情况可以看得见，是外面是有水可以游，但是里面只能靠走。走到这个位置来的时候就走不动了，可能只有爬。火锅，你们两个人先我找你们。妈妈，你们给。那看到你了吗？哦，这边我找你电动真的。王灿，来救你来了。谢谢老姑娘，西藏救援队最棒了，感谢感谢，非常感谢。哦，哪个了？好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啊！
钱了，不钱了，不爬了啊！再要好多钱？不要钱。你是来抽烟吗？不要烟。行、啊，你们不收高兴了吗？人烟都不能抽，抽烟得了，抽。人年轻不抽烟，等到等等。我要烟。哦、我要，我给我，这是帮忙的，给说的。哎呀，给钱你不要。我要啊，我。是，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咱九姐哈。